学啦，我们有印那个笔记哦，给全部学生嘛，你有没有拿到啊？一个月份了，整个月份了，就包括这一 set。OK，这样的话，这样你有的 print 出来的嘛？数学比较需要的。没有的话，我要早点 pass 给你哦。OK，我看我什么时候有出去啊？我再 print 了 pass 给你。哎，等好，你这个月啦，你可以 continue 那个account 那些嘞，还有那个 MS。因为拜六我 account MS 也是有继续嘛。哦哦哦，account 不了，OK。等这个你坐在纸先啊。坐之前我的 class 你没有出现，我就想，哎，好像没有看到谁啦，这样啊。你要看回去啊，前一两个 chapter，哎，前一两个部分。OK，我们开始先啦。OK，大家不等了。OK，我们在这个第三面了啊，这个 OK，这是第六课来的，在第三面，大家开 video 先啊。Video，video，everybody，video，video。大家来 video 开一下，OK。米基、黑恩、维汉，OK，来，你几在啊？黑恩在吗？伟汉，OK，准备一下，然后开啊。OK，我知道有的人需要准备。OK，我们看啊，所以我讲了啊。OK，什么是叫可达萨玛案？这个啊，哦，这个啊，linear inequality，什么是 inequality？就是讲它不用等于的。OK，它用大过或者是小过，因为 inequal 就是讲不对称嘛，对不对？可达萨玛，达萨玛吗？意思就是说，左边跟右边不对称，不相等，你知道吗？因为相等就是叫格萨玛按钮咯，equality 了咯，对不对？哦，equation 了，它叫说不是 equation 哦，inequality 就是讲有用大过或小过，OK，either 左边比较大或者是右边比较大。说其实我们真的有看左手边跟右手边的哈，现在他问哦，他问我们呢、啊，他给的这些点呢、啊，对不对？等下有给人进来，OK，他给的这些点呢，他问我们呢、啊、，OK，是不是 penyelesaian，是不是 solution 啊？给这一个就讲哦，这些点能不能够搭配它？这个点能不能够搭配它？或者是这个点能不能够搭配它？OK，OK，怎么看呢、啊？来，这两个点啊，OK，你其实不用做这个什么啊，这一个表格的。不用做这个表格，不过这个表格是给我们理解罢了。OK，所以它这样的，看啊，我们要看它能不能配对它的左边和右边。OK，你可以跟着我做啦。OK，说、这个是 x，这个是 y，对不对呀、啊？啊，考试不用去写这个东西的啊，这个只是教我们理解罢了。现在他讲，先做左手边 dash 一下，看一下右手边 dash 一下，看它们一样吗？啊，或者是哦，现在他讲这个是小过，对不对？That means 你一定要左手边小，右手边大。你要看这个点，还有这个点啊，哪一个是做到左手边小，右手边大，这样罢了。OK，所以我们做一个先，做一个先啊。你看啊，我们做这个啊，OK，减二减七啊。OK，左手边是 y，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x，这是 y 啊，y 直接了咯，减七咯。右手边怎么做啊？右手边是这个
0.75 括弧 x 减2啊，再减5，做出来看是多少啊？你可以按 calculator， OK， 可以按 calculator， 这样都可以算一下。我的 calculator 在哪里？看到了吗？这个看一下，有分数上这个，或者是小数点啊？哦，他有给我们小数点，我们可以用小数点。这做到多少？给我答案一下。嗯，给最迟进来的组成，这个什么答案？按一下。我们在第三面啊，第六课第三面，组成来。在吗？阿健生啊，现在是几点啊？Yes, OK, 减 6.5 啊， OK, 减 6.5 啊，所以你看啊，左边跟右边，左边减 7, 右边是减 6.5， 它是小过吗？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小过罢了，有小过吗？小过对不对？减 7 确实是小过减 6.5， 对吗？你会看哦，谁大谁小哦， negative 的话啊，号码越大其实是越小的啊， OK, 所以确实是小过， that means 这一个这一个点啊，减二减七确实能够符合这一个的要求，就是小过。OK， 我带你看另外一个点啊，这一个。OK， 我们做三减二啊。OK， 左手边啊，根据它这样嘛，因为它讲 y 0.75x 哦，减五嘛，你看嘛，左手边是 y 就是二，填二就好了啦哈。OK，x 是什么啊？你照填0.75括弧 x 是三哦，看到吗？减五。OK， 所以这个是多少？嗯 ，Jensen， 按一下0.75乘3减5，给我这个的答案啊！你明白了的吼，你可以做旁边的题目了的，大家。啊，可以小数点啊，这个给我小数点来 ，Jensen， 这个按出来是几多？嗯，这是进来有的吗？哦，进来有。Berapa？ 给我这个 Berapa？ 等你啊，健身。喂，阿健身 ，Come on！0.75乘3减5，还是你在找 calculator 之类的啊？哎，等下 ，Jason 你有在吗？给我一个反应哦。OK， 所以啊，来大家写一下啊，对 ，check 一下啊。OK， 所以你看现在左边，然后这个是左手边啊，这个是右手边啊，左边是2。右手边是减 2.75， 哪里大哪里小 ？negative 的小啦，是吗？尖角那边是小啊。说这个左边啊，它的意思是左边大过右边呢，对吗？不符合这一个，因为这一个啊，这一题的是要左边要小过右边，看到吗？不符合，所以呢，本有的三样在这边呢，哪一个呢？只有一个点不了，就是减2.7啊。减二七那一个啊 ，OK， 减二减七 ，sorry， 嗯，减二减七，你要看哪一个点能够符合它的那个符号，大过或小过那个符号 ，OK， 这个就符合了，因为这个是左手边哦，你看左边啊，这个是右边啊，小过吗？小过，左边要小过右边，对有咯，看吗？就这样罢了。
所以不明白什么东西跟我讲啊，符合他的要求这样的意思，他的要求是要左边小过右边哦，或者是你看这个还要左边要大过右边，你就要找到、哦、左边你算出来了左边要大过右边的这个，这个是小过咯、啊、这个是小过咯，小过或等于啊，你做到等于也是啊，大家 B 跟 C 哦，做到等于也是啊， B 跟 C 比较也不是讲 special 啦，所以大家你看 B 哦，这个意思是小过，这样是或等于对吗？或相等，所以如果你做到左边啊，哦，等于。右边哦，左边跟右边做出来一样的哦，也算是符合。你做到左边小过右边，左边哦，小过右边，也算是符合，明白哦？啊，所以它可以大过可以哦，你就是讲它题目有大过小过，有大过或等于小过或等于这样的咯。OK， OK， 我们再看啊。所以其实在这里哦，我们主要是明白题目罢了，做真的是你会做的。我们再来看啊 ，OK， 说、so, 哎，这个答案在这边呢、啊。他讲哪一个是能够符合的，就是哪一个点呢、啊？这个点还是这个点符合啊？这个点这样咯，减二减七哦 ，OK，OK，Boy，、okay? okay, 我们再来看啊。如果你会有的，你继续做先啊。你理解的话 ，OK， 我先做这个点啊，三十二 ，OK， 所以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东西是这一个啊，这一个。啊、根据这一个，所以这个是 x， 这个是 y， 对吗 ？OK， 左手边写 y，y 是12，右手边写这个减二，就是我们要做啦，括弧 x 加8啊 ，x 是3，所以做出来是减6加8上2哦。OK， 所以你看到，哎，左手边12，右手边2啊，大过对吗？大过、哦，哎，符合吗？符合吗？不符合哦。不符合啊，因为我们要的符合是要小过啊，现在看到吗？不符合，理解哦，这样的话这样可以啊，啊就是这样吧，其实理解那个左右罢了 ，OK。所以你做第二个看，我用蓝色啊。OK， 现在我要做这个啊。哎呦，太粗。这个，所以 x y，OK，、okay, 左手边是 y 吗？对吗 ？y 是减10，右手边那个 x 是6啊，不会写6啊，写这个减2，括弧6加8。262减12加8减4哦，等于哦，这个是符合吗？左边减4，右边减4，根本就是等于吗？相等吗？是不是？请问符合吗？啊，符合吗 ？OK， 就是讲哦，我们看这个啊。哎，我要放粗一点。这个还有这个，请问符合吗？看一下我青色箭头啊，等于是符合这一个东西的要求嘛？大家给我知道一下 ，yes or no？OK，、okay, 你就讲 yes or no 就好了 ，share 啦。啊，就 OK，Jason，OK，、okay, okay. 其他人呢？这个你理解吗？大家微汉，哦，符合对不对？好、哦。因为这个的意思是小过或等于，等于可以，可以 ，yes， 所、so, 以符合了。所、so, 以这一题哈、哦，两个点里面呢、啊，我们要选择蓝色那个点啊，就是我用蓝色来做的那一个点 ，OK， 所、so, 以没有问题哦，就是这样的、哦。其实考试我们不用画这个表格出来的哈，这个只是给我们理解罢了，考试不需要画这个表格出来 ，OK， 所、so, 以符合的点是6减4啊，他问哪一个点符合？因为这个我们在做6减4嘛 ，OK， 这个
这个我们在做那个32啊，知道吗？我们做两个点嘛。OK 啊，啊你可以 try 你的 C 跟 D。我 clear 掉了啊，你们应该是很快的哦，来不及超过讲啊，我可以 undo 的啊，如果我擦掉了的话，还是可以 undo 一下的。OK， 这两题你们再 try 啊 ，OK？ 这是什么来的？三点，做这个好像，哦哦哦 ，OK， 一样，我用两个颜色画给你先，让你容易看 ，OK？ 这个点，这个点，啊，把它填进。这一个东西，所以它是 formula， 它是啊，这个左边右边是不一样了啊。OK， 看，这是左边，这是右边，基本上右边都是 3.5 啊。OK， 啊，OK， 这些可以不用写，我只是要引导你给你看罢了。OK。知道为什么右边都是 3.5 哦？看紫色的东西啊 ，OK， 左手边你要另外做啊。C 跟 D 啊，大家自己做先。可以给我最后的答案 C 哦，就是符合的是红色点还是蓝色点？四零还是零五？你找到了答案跟我讲啊。嗯。OK 哦 ,OK。XY 不要填错啊大家 ,OK? X 是 ,Y 是 0,看哈 ，X Y OK， 说这个是 11.2， 对哦，帮我 double check 啦，大家。喂，这个又是等于的哦，3.5。OK， 所以这个是 3.5 等于 3.5， 基本上是啦，哦，是这一个哦，是这个蓝色的点了，是 1.2， 左边右边是 3.5， 所以左边大，它是大过，所以这个不符合啊，符合的是蓝色第二排那个啊，所以是0.5符合， 0.5 啊，符合的点，对哦，大家，对 ，OK。OK， 东西也是啦。说左边、右边啊，左边是 y 加六，右边是 x 减三。OK， 什么是 Didi Asalan Origin？ 知道哦。什么是 Didi Asalan 啊 ？Origin 是零零啊。Origin 是零零，你就做零零啊。OK，Origin 的意思，我写在旁边啦，是零零。这个是12减2。Y 加六，Y。X 减三。
对哦 ，OK， 六减三 ，so 左边大 ，OK， 应该是这一个了的了哈。做买那个零什么先，十二二先 ，y 减二 ，OK 加六 ，x 是十二减三，九，左边四，右边九 ，so 四是小了，小过 ，OK 哦 ，so 他要的是。大过红色点哦，对哦，大家啊，你就写 Titi Asalan Origin 也可以，你写零零也可以 ，OK， Titi Asalan Origin， 看你要写哪一个啊，你要写零零也可以。所以你现在理解、哦、所谓的大过小过，我们真的是在对比的、啊、左边比较大还是右边比较大，左边比较小还是右边比较小，还是左右两边都可以相等的啊，这样。嗯 ，OK，clear、okay, 掉啊。OK， 来不及写，快点讲啊。OK， 这个很容易的，这个是说呢。我们等下画 graph 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graph 啊，诶，有的是这个叫什么线啊，实线啊，有的是虚线来的。哦，实线跟虚线是什么呢？ Garis padu solid line 啊，是完整的线。 Garis sembang dash line 是点点点。 OK， 所、so, 以如果你要做笔记，你知道这里很多是笔记来的啊，哦，真正的那些题目 会是比较后面的部分，所以那笔记如果你不会看很重要，你自己写一下。所、so, 以这个是点点点，这个是实线，就是这样。你的笔记不用写华语字了哈。OK， 什么是实线呢？大家多一个撇的是实线，所、so, 以这一个是 garis padu， OK， solid line 啊。如果哈、啊、你不懂，嗯，这个字你不要写，我觉得也不要紧。你就这样，哎，不要不要不要， OK， solid line， 你写这个我没有要你一定要写还是怎样了哈，你自己看你要怎样做笔记了哈。总之这两个是。Garis Padu， 哎，三个啊，这个也是 Garis Padu， 你看到吗？就是多一个撇的，所谓大过或等于，或者是小过或等于，总之有那个或等于就是实线了 ，solid line 了，可以吗？有谁不懂要讲啊？这一个啊，因为这个我是带过了的 ，solid line 啊 ，OK， 写掉它了哈，反正我也写了，我就是我们当笔记看罢了。这三个是 dash 啊 ，garis sembang dash line， OK， sembang dashed， sembang dashed， 点点点的线，我不画是因为我怕我会还是会有点错，就是它向上上下啊，我等下要另外再想了，我不要想那个线，大家 OK 啊，理解哦，这个啊没有问题啊。简单啊，总之有多一个撇的啊，有或等于就是实线了。你就在想哦，比较什么啊，要比较满的，因为还有多一个线就是比较多的，画到完了要画到完了。OK，clear 掉啊，有谁不懂要讲啊 ？OK，OK， 你现在看啊，大家啊，我们慢慢才进入这一个重点。他考试会怎样出呢？他第一，他会叫我们涂黑。什么是涂黑啊？好像这个题目、哦大家都有拿到。OK， 等一下我看一下，启璇有拿 ，Shella，OK，Shella、okay, 没有值，伟汉有，立基有值，佩恩我想一下，佩恩有是以前组成 ，Jensen 最后啊我 pass 给他的，组成哦，组成跟伟汉一起拿的，好。基本上大家都有纸了哈，如果没有的话，这一个哈、你可以参考一下课本。佩恩没有啦 ，OK OK。佩恩是中文啊，你是拿不到还是就是你没有来这边是吧？还是怎样 ？OK， 不要紧，你们给我知道啊，我可以这样帮你们啊 ，OK， 还是我要寄给你之类的，拿不到怎么办呢、啊、？OK， 再看一下怎样哦，因为你去了哦，我知道你不在家了，是不是 ？OK 啊。OK， 所、so、以尽量啊，这个你看一下要怎样 ，OK， print 出来也好，还是因为有一些画的，我看这一课，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一课会有一些画，你看这一些，
你们也可以同时在参考课本 ，OK 了，也不是很多了哈，其他是自己画的了 ，OK， 这两个部分罢了 ，OK。So， 他讲哦，如果他说他这里哦，他的线已经画了给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自己画线了 ，OK， 他已经画了给我们那个线，我们现在只要看大过还是小过罢了。注意啊，大家很简单，小过就在左手边或者是下面或者是这样啦，你要记上下 ，OK， 小过这个是叫小过对不对？小。讲讲啊，这个符号叫小过，小过呢就涂黑下面，下面啊，如果是斜线呢、你就画下面，小过或等于也是一样 ，OK， 相反的啊，大过你就画涂黑上面，逻辑啊，这个啊不用死背啊，很 logic 对不对？好、哦。如果是斜线啊，斜线我们在讲啊，大过是这样吗？或者是这样吗？哦。小过的时候你看到符号小过就涂黑下面，像这个是小过、哦、涂黑这个斜线的下面，你会看下面是哪里吗？不要看左右啊，看这个是斜线嘛，是不是下面会看哦。好，我知道有的人会觉得哎，这样算是下面吗？算，那个斜线没有很斜，但这个算是下面 OK。 如果是大过你就要涂黑这里哦，大过的时候哦，这个部分了，明白啊？OK 啊 ，OK， 我们再来看啊，这里还算是笔记来的。其实，这个是如果是斜线啊，横线更明显啦、啊。如果你的是横线啊，比如说你的线是这样的，大过你觉得要画哪里？当然是画线上面啦、啊。哦，小过画哪里？当然是画下面啦、啊。如果是横线，我讲如果是横线是非常非常直的横线啊。横道是这样的啊，在这个线上，这种横线才算横线啊，不是那种哦有一点点横这样，这个横不是，这个还算是斜线的，还是算上还是下的，知道吗 ？OK， 我讲的横线是横道这样的啊，平行了的啊 ，OK， 直线更容易，你看这个直线在这边哦，你觉得大过要画哪里？你猜，大过要画左边还是右边？你猜。logic 的，很 logic 的，大过画左还是画右 ？logic 啊，非常的逻辑。他说大过嘛，是不是？你画左还是右？左边大于右边大，平时。右边呢？吼，因为你看号码也比较大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罢了，说很 logic 的这个。OK， 只是很斜线的，你自己要小心。所以你应该会涂了，大家。OK， 你不会的话也不要紧，跟着我一起涂。哎，不可以，不会的话不可以，不要紧，要紧，因为这个很容易的。说大过，这个叫大过哈、哦。哎，谁不懂大过小过啊？开的那边啊，这个是开，看到吗？开那边是大，关那边是小，说这个叫大过。大过涂上面斜线的上面这边，涂这边罢了。这一题就是这样的了。OK。Okay 啊、又来啊，大过这条线，你啊、这个是虚线哦，你看，因为它没有多一个或等于嘛，这个或等于它就是实线了，这个等下我们要自己画，现在它画给我们了，大过画右边哦 ，logic 哦，右边啊，大过，所以有问题要讲啊 ，OK， 因为可能我不懂你会面临什么问题，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很简单，其实可能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会很尽量从你角度去想一下。哦 ，OK， 可以啊 ，OK， 小过，哎，你涂写那不如 CDF， 还是你用那个铅笔涂还是怎样啊 ？OK， 斜线小过也不用来一起涂啊，斜线这个是叫小过啊，这个是。哦，左边小，你看到吗？尖角那边是小，小就是下面喽，这样罢了。涂这边 ，OK。哎，还有啊，你不要拿那个笔这样涂到哇，全部满满了，不用了哈，知道了，不要，不然你连重点的东西都盖掉。说这个叫大过，大过画上面，上面是这边啊。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看左右啊，斜线你要看上下。因为这里是上，这里是下，这个这里是上，这里是下 ，OK。横线我教了你了，横线更加 logic。
喂，等下啊，这个他要做么？哦 ，Lorette 跟 Randall 有 Newbury 跟。哦，他教我们讲 test 不用了。哦，我知道怎么了哦，他给的线未必是。OK， 我擦掉先啦，等一下，我看一下他给的线。哎，对呀。OK，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他给的线全部是对的。X 大过一。OK， 对，这个没有问题。OK， 大过啊，画上面。OK。它的线在这边呢、啊，这个也是大过画上面，就这样吧。为什么还要用那个 test point？ Sorry 啊，我要 double check 一下你们的 syllabus。OK， 对。这个有点问题，等下啊，我觉得它确实，我只要做末了。只有一题罢了，应该 OK。怎么还要用这样麻烦的方式呢？Donkey 需要改一下。OK， 他有给特别的题目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来的。OK， 他是这样的哈。刚才我讲的东西哈、哦，只适合用在啊 ，OK。Y 在前面 ，X 在后面的时候 ，OK， 斜线呐、啊、哈，横线、直线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横线，哎 ，sorry， 直线，这个是横线，这个不用特地去讲了，就没有问题了。刚才的方法是对的 ，OK。斜线呢，有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啊，你们记不记得有个东西叫 Y 等于 MX 加 C， 有没有学过啊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我跟你 double check 一下啊，大家，这个东西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有没有啊？我不记得那个 syllabus。在 form 几学的，好像有这样啊。form one 到 form three 有没有学过这个东西？有啊 ，OK， 说、就是讲哦，刚才我讲的那个直接看的哦，其实啊，哎 ，y 还是要在左手边 ，x 啊还是要在右手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另外再 test 啊 ，OK。所、so, 以你看啊，这个 y 在左手 ，x 在右手边，可以直接用刚才的概念，很简单，对吗 ？OK， 斜线啊，横线、直线不用管了，斜线 y 在左手边 ，x 在右手边没有问题 ，y 在左手边 ，x 在右手边没有问题。OK， 只有这一个罢了，它的 x 也在右手边了。基本上哈、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方法，就是他讲的这一个方法了。OK， 我们随便拿一个点去 test 它 ，Let's say 哦，随便拿一个点啊，比如说我选这个 ，OK。42或者是00也是可以，00啊，00最容易的，他也是拿00啊，你看到吗？因为00最容易，所以拿00去 test 它、啊、就是00就是讲 x 填0 y 也是填0啊， OK， 所以这个填0、哦、0乘3 0哦，0乘2 0哦，所以左手边是0了啊，大过减4，看到吗？所以它符合，对不对？00符合啊，符合的话就涂黑那一个点，就是这样。我选的点哦，刚才我们不是讲符不符合对吗？哎，也是一样是大过哦。OK， 没有等于啦，也是一样是大过哦。符合的话，我就涂那边；不符合就涂对面，就是这样罢了。OK， 所谓的不符合啊，就是我填下去啊，我发现哎，这个是大过，可是我做出来是小过，我就涂黑对面，这样哦。就这样罢了，其实。减二 y 大过 ，OK 啊。所以你要留意的是哈、哦，那个啊x 它没有排好啊 ，y 等于 mx 加 c 的哈 ，OK 啊，我们才要 test。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这种不用特地去 test 的 ，OK， 你看啊，说、so, 其实这个也是很少出到的啦，讲真，哦，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我们通常是直接哦，直接可以看了的，它的 y 已经放好在左边 ，x 已经是在右边了的 ，OK， 说、so, 这个啊，现在哦，它叫我们倒转回来，我们要写啊，那个个打三嘛按里面出来 ，OK， 为什么要找00 ？Sorry 啊，大家，我们再讲一下啦 ，OK， 不如这样。
这一个、哦、我们来理解一下，因为这个是你的笔记嘛，如果你忘记了你可以看回的。 OK， 所以我给你理解一下这个笔记啊。 OK， 它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涂左还是涂右呢？如果你不要记我的刚才哦，横线又这样，直线又这样， Y 等于 MX 加 C 没有排好又这样的话， OK， 如果你不要这样记的话，你就用这个方法，所有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 test。 你要寻找 你就随便选一个点，首先 Bili Sabtu Didi Uji Choose a test point。 最简单的 test point 是00，因为0容易做嘛，对不对？ OK， 00了哦，我们就把 XY 填进它给的这个格达萨马案，所以我把00填进去了， Y 是0。OK， 左手边那、啊、哈，右手边是减三乘零加二，对吗？说这个是左手边啊，这是右手边啊。OK， 减三乘零零哦，加二就二咯。你看左手边跟右手边，零确实是小过二，对吗？你看到符合哦，小过这个也是小过，对吗？符合什么？符合你就涂黑你选的那个零零那个点那一边。零零的点点哦，在这个线的左手边嘛，就涂黑这边。如果你做了后你发现哎不符合我，它是小过，不过你做出来大过，你就涂黑零零的另外一边，这样咯。零零只是我们随便选了一个点吧，其实那个叫 test point。OK， 所以这个讲的是这样啊，在这边啊。OK。如果这个点哦零零啊 memuaskan ke tak samaan 就是符合啦 ,satisfy the inequality， 你就涂黑那一个点的那个范围，该我们选的是零零嘛，那个范围就是这一边。 OK， so let's say 哈，这里啊 OK 零零，我们用零零的话、啊、OK 我填下去了 OK Y OK 零零啊 OK Y 是零，左手边哦，右手边是二零减二哦，减二来的哦，左手边跟右手边，右手边小哦，是不是说这边小啊，这边大，大过符合，对吗？两个都是大过哦，我就涂黑零零那一边那一个部分，就是这一个部分，这样咯。 OK 啊，然后刚才这个我们做出来不符合嘛，嗯，所以零零是我们选的，其实你用别的点也是可以的，只是零零是最容易的啦，这样咯。 OK 啊，OK， 我们再看这个啊，这个还叫我们涂黑那一个，哎，不 ，sorry， 它已经涂黑了啊。如果你的纸哦，不清楚啊，可能还会不清楚啊，你给它涂回去啊 ，OK？ 它涂的是这个部分，这个它涂的是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部分 ，OK？ 基本上啊，全部都是 y 等于 mx 加 c， 看到吗？不用烦了，我们要看大过来小过吧。这个是上，这个是下，对吗？你会看上下吗，大家？斜线要看上下，这个是下来的，这个是上啊，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左右啊，是上下，这个是上，这个是下，对不对？图，哎，哎，这么我的下变了小的，有没有人发现到？还是你们在看笑话？这么我写上小上小上小，OK， 看到上下。谁看不清楚上下你要跟我讲啊，谁理解不到，诶，怎么这个是上怎么是下嘞？我们不是在看左右，我们是在看斜线的上和下。如果它涂下面，你就把它填成小过，小过会吗？点点点，就这样就好了。 OK， 写这个下去啊，写这个下去，你先写好它的左右先。如果它涂下面一样咯，下面就是小过，但是这个是实线，等下你去做啊 ，OK， 我看一下，等下你去做啊，哎，六点了，哎，不要了，直接回来了哈，他要 refresh our meeting room， 你直接回来啊 ，OK， 实线哦，画多一个这样或等于，直接回来啊，大家直接回来